芜湖人本合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氧化钒系列领域制造专家。创立于1988年的芜湖人本合金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发制造钒、钼、钛、镍、钴等稀贵金属产品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作为国内专业的无氧化二钒、偏钒酸铵、偏钒酸钠等产品的生产厂商，作为一家不断创新、锐意进取的现代民营企业，芜湖人本合金有限责任公司以多年的经营实践和对专业技术的精湛掌握，在竞争激烈的有色金属制造领域披荆斩棘，逐步发展成为引领中国钒、钼系列产品专业制造商。历经20余年的市场洗礼，芜湖人本合金有限责任公司已形成多达50余种不同规格产品的强大实力，在保持原有产品技术的基础上，研究开发钒、钼、镍、钴等金属的新产品、新用途，使公司平均每年保持20%至25%的增长率。同时，公司不忘在绿色环保、节能降耗及清洁生产方面下足了功夫，努力成为中国金属材料行业的领跑者。有创新才有明天，公司通过与中科院固体物理研究所、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合肥工业大学等科研院所的合作，通过引进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生产和检测设备，从而成功研发出不同规格的系列产品，真正令业界瞩目。今天，芜湖人本合金有限责任公司不仅顺利通过了 ISO 9001:2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GBT18001:2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还分别获得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安徽省科技进步3等奖、芜湖市工业小巨人等多项荣誉。如今公司钒、铵、钼等系列产品正被广泛应用于冶金、钢铁、石油、化工、纺织、航天航空、汽车等行业，在这些行业中起到催化剂、添加剂、着色剂等多种不同的用途。今天，企业的产品已经从芜湖走向全国各地，营销网络覆盖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成为中石油、中石化、齐鲁石化、上海石化、扬子石化、巴斯夫、拜尔、杜邦、德国南方化工等众多国内著名企业的合作伙伴，并获得各行业用户的广泛好评。多年来，公司坚持特色企业文化，注重团队建设和人性化管理，将企业文化理念转化为员工的自觉行为，进而打造卓越执行力和强大的企业凝聚力。企业已建立了一支以教授、高工、硕士等中高级专业技术人才为核心的技术人才队伍，在人本合金，员工辛勤工作的同时，也享受着与公司共同成长的幸福与快乐。人本合金，志在全球，值得信赖。